我是 Cindy， 我们现在来到启德电子的摊位，那我们有请启德电子的慕斯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摊位上特别的东西。谢谢 Cindy。 嗨，大家好，我是慕斯，我是台中启德电子，我们是台中启德电子，我们现在在台北南港展览馆 TISPO， 没错，然后我们现在展出我们最新的产品 U310。 对，然后 U310 是我们目前针对健身房小管理型的健身者提供的一个比较便利跟简单的身体量测、身体数据量测的方案。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轻，它重量其实很轻，一只手就可以举起来，然后我拿来看，我拿来看，很大就可以达到。真的很轻哎。对，没错。你就是可以这样子拿着，然后就到你想要量测的地方，就可以直接开始量。对，然后它自己也会有一个背带，这样，所以就达到了便利性的效果。好啊，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这边现在有一台展示机。哇，有展示机哦。是。那我可以测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它是不是可以连手机吗？还是？对，没错，我们现在哈有一个自己的 APP， 是不是？它自己的话，这一台它因为为了要节能减碳，然后我们现在都是以手机 APP 直接把所有的资料都载入在里面。然后看一下我之前的量测数据，这边就会直接显示所有的、所有的身体的数据，体重分析、脂肪分析、肌肉分析，全部都会显示在这边。所以我就是只要站上去，那它大概跑数据的时间会大概有多久啊？大概90秒的时间就可以从站上去量重量到整个数据跑完，大概是90秒上下的时间。那很快耶。那我要怎么启动它？是，我们现在来实际测量一下。它没有开关，所以它就是你的脚踩上去，给它一个重量。好，我踩了。好，嘿，来，可是你要先下来啊！我要先下来。对，它是给一个小重量，然后它就会开机，然后它这边就会跟先让它开机，我再重新站上去一次。对，没错。然后这边它就会有自动连线的功能。所以他们对它现在就已经连线了，然后现在就是对嘛？对，然后现在就可以站上去。好，我要站上去了。对。Hey. 好，先站上去，它就会先量重量。还没吃早餐。等一下哦。好，它现在稳定了之后，它就会请你把把手拿起来。好。对。然后两只手伸直，对，水平的状态。水平吗？对。然后你可以看这荧幕。它稳定了之后，等一下哦，它在做检测。好，现在已经开始了。对，现在它就是时间大概90秒上下的时间。哇，那很紧张哎！等一下我的数据就要公诸于世了。它数值进度都会显示在上面。哦，真的耶！是。中间这个趴数嘛，就是没错，34%、39%、40%。哇，那其实很快耶！是比一般市面上的体脂机它量测的速度还要再快一点吗？几乎差不多，可是它数据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传输到手机，就这样比较快。那它主要会显示有哪些数据可以提供检测者参考啊？除了最观众最一般民众最关心的 BMI 数据之外， BMI, 它还有针对你的肌肉，目前你身体的状况，肌肉分析、脂肪分析，还有水分的分析都会做。好，现在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对，现在放回去。好，然后这边，所以它资料是直接传到手机上面，而不是在这个面板上面显示。对，没错，而且它一定要连手机 APP 才可以做继续的量测。这边显示量测完成之后，检测结果这边就可以显示出来。体重、BMI、内脏脂肪、体脂肪率，哇，量得这么细，这里全部都会做分析。因为这一笔是第一笔，所以你看到的它的符号都会是绿色的等于。如果你下次量下一笔的时候，它就会显示上下用红色跟黄色做，它你现在是跟上一笔比的话，你现在是上升还是下降的数据？对，等于说我上个月量的，然后跟今天量的可以做一个对比，然后来检测一下自己的饮食啊，或者是你运动的状况有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是，没错。然后这边都有做图示分析，你的体重啊，哇，脂肪啊，肌肉、水分、体型分析全部都会显示在这边。哇，那其实数据很精密，然后也非常的细，都有在这个手机 APP 里面上你就可以看到。对，没错，而且它数据量测的数据库都会是无上限的，所以可以从无上限不限笔数，你要量多少次都可以。
哦，那如果我是可能放在家里啊，我家中有一些长辈或者是我兄弟姐妹也要一起用这一台，也是可以的吗？可以，它可以针对你，不一定要是同一个人，你可以新增账号。新增账号，对，这边新增使用者，这边输入你的姓名、生日、体重、性别，这边就会直接新增一个用户给你，就是把大家的资料都可以记录在的手机的 APP 里面。对，没错，而且这个的保密性很高，因为它不会上传任何资料到你的云端，我们也不会再做任何的备份，所有都不会经我们的手，它就是存在你手机本机上面这样。嗯，因为这种身体比较内部的资料也是算隐私的一部分啦。对，个子这个我们有考虑到，存在自己的手机里面是没错，没错。那这样哇，这这么轻的一台，然后量测速度也这么快，我们这现场是有在贩售的吗？有，我们现在有做 TISPO 展特惠优惠商品的价格，现在目前展会价是12000块新台币。那如果结束了这个展之后，它就会回到19990块的价格。哇，那这样等于是打了几折啊？7折。对，应该有差不多。差不多。对，然后它有附背，如果再加购背带的话，只要再加购700块就可以加购背带。哦，它有背带，那我们有现场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带。是，那个背带现在就是是可以直接外出，或者是对，假如说搬家啊，或者是你移地训练，或者是你要离开现在原本所在的地方的话，你就是携带这个体脂机的话，你也可以随时的监控自己的身体状况跟健康的数据。对，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背带，它就是侧背型的，直接背着就可以走。就是长得很像电脑包，然后就是像我们刚刚一开始也有说到，其实它这个机器啊，你说它大概几克？不到四公斤吧，不到四公斤，4公斤的重量。然后这边就可以装变压器，它是可以用电池供电跟变压器供电的，所以一整套下来都是有，全部都有含这样。然后这边都可以放变压器，然后整个机器放进去里面，就可以斜着背包走。哦，我觉得那这个就是也很适合，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这种自由教练啊，或者是可能营养师或者是体能相关的管理师的话，你要去到你的客户家中，就可以直接携带这样子的体脂机。在走在路上也不会觉得很重或很累，然后的数据也可以直接携带在手机上面，非常的方便。那我刚刚还有看到一台比较大台的，我也非常有兴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我们公司除了做基本最入门的轻便型的之外，这台是我们公司的旗舰机 MA801， 它除了可以量测我们刚刚那一台的数据之外，它还可以量测更进阶的数据，更进阶的，比如说有哪一些？内脏脂肪、外脏脂肪的数据都会做量测，这样。哦，对，这个是一整份的比较更详细的报表。我们还有在做肌肉品质分析，然后比较进阶的 BIVA 相位角的资料。BIVA 是什么东西啊 ？BIVA 是如果你现在身体有受伤的话，然后它会根据你那个水肿的部分，对，然后这边就会显示出来你的身体的状况是哪一个。哇，好科技哦！其实很多人会以为报表上面的有自己的身体是好还是不好啊，其实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对，这一张报表跟我们的机器测试出来的结果是跟你说你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只说事实。对，现在是这一台是我们公司的旗舰机 MA801。原来如此。对，那这台也会需要像刚刚那台连手机蓝牙吗？还是它直接就是在它这个比较大的荧幕上面做呈现？现在我们这一台，它如果你量测出来的话，它的量测数据基本上是比较上精密，对，更精密，所以它需要报表列印报表的方式把那个所有的数据列印出来。哦，所以它会需要连接到印表机。对，可是我们现在还有在做另外一个方式，是节能减碳。嗯，不需要列印，我们自己他自己也有搭配一个电脑软体，只要连接我们自己特定产出的 USB 线，就可以连到电脑，把所有的资料上传，全部电子化。对，不是上传，就是导到我们的软体里面去，然后产出 PDF 的方式。哦，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报表。这样子好像就比较方便哈。没错。原来如此。那我们起的电子这边就是主要就是贩售就是这种体脂机体能监测的仪器嘛。我们公司是以做重量量测、重量身高量测为起家的，然后也在台中深耕了差不多40年左右的时间。40年的时间。然后才从
身高体重衍生到这种体组成分析最更进阶需要更进一步研究的机器，这样是了解。那我们谢谢启德电子，也谢谢 Moose， 我们把镜头交还给彭内。感谢 Cindy 跟我们的 Moose。 我想问一个问题 Nick，你多久没有去量这个类型的体脂了？大概25年，7749天，好不好？那你上一次体脂量出来大概是多少？你确定这时候要讲吗？刚刚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我是要把就是其他人，刚刚 Cindy 她长得那么漂亮，我最近她在现场都已经被拖下水了。我最近量体脂是31%，31%啊！我跟你讲一下，我现在二十六、二十七啦，哇，很标准呢。还好，就是一个这样的数字。我们不能让 Cindy 一个人，她那个数字公布在大家面前，對對對，我们不讲嘛。对，我绝对不会说她50啊，不是，那是公斤，是。那个不是体脂，是公斤。不过像这类型的这种数据化的产品，其实这最近很夯的哈。对啊，对啊，应该说就是体脂这个东西，体脂的测量，还有包括你的肌肉的分布这些测量，这些测量的内容是看，就是是让你去更明确的知道说我今天的训练是否有成效，我今天是否在饮食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其他的一些细部，是不是有哪些地方需要更正。而且刚刚那个牧师讲的很好，就是这体的电子，他说这个数据出来，并不是告诉你好跟坏。对，它是让你知道现在目前身体的现况，你的真实的状况。对，然后可能再经过一些专业的教练或者是协助你去调整，去分析这些数据。我在这边要模仿一下牧子刚刚的表情，因为我刚刚为了这个表情笑了非常久。他刚刚说，我们这个东西呢，它只会让你看到最真实的数据。就呈现了一个这样子的脸，就是跟你讲，我们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你今天不能用这种，就是这种体脂啊，或者是说二就是二，你不要骗自己。对啊，我怎么可能内脏脂肪是20？对不对？如果假设我今天站在这个上面，我今天期待说啊，它是个快乐表，它出来体脂就是7%。对，快乐表那不合理吗？就用小米，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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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大品牌，大品牌，大品牌，大品牌。好。